太旧了，这隔音也不好。你晚上睡觉能睡好吗？你这，你难道就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很神奇吗？它给人带来一种莫名的安逸感。安逸感，我倒是没觉出来。我就觉得我要住这儿肯定会特别焦虑，我肯定每天都在想，我怎么样才能努力才能离开这个地方。太久了。说的对，你身上就是缺乏这种焦虑。如果我在这附近给你租一间房。 让环境来督促你的努力，不，那倒是不用了，恐怕这种环境没有办法督促我努力啊。能督促我努力的只有像您那种大别墅才可以。朽木，俗人，算了，给我吧。密码还记得吗？您的生日，我知道。 门禁卡一会儿我上楼给你扔去。门禁卡在我这儿呢，您不用扔了。就安逸您的就好。但是我得提醒您，安逸不了几天了。董事长马上就要回来了，在他回来之前，我觉得您还是能住多久是多久。好，那我走了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。您安逸。 见面了。你现在得每天自己买菜。找顾胜男？啊，对，他不在家。啊？他出去，一大早就背了个大包了，跑了，一时半会儿应该是回不来了。不用等了，这个我房间等着。哎，陆总，钱哥，是的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出远门了吗？ 出远门，没有啊，酒店调休，我回来待了一天。谁说的？一大把年纪的人了，你幼不幼稚？啊，我看错了，一大早我就看见一个身形特别像你的人从这边背了一个大包，然后这边……屁了，那是张大爷，张大爷也带这儿？哼，这么吵呢？ 你想说什么？胜男和我青梅竹马，良心不在。哼，那都是曾经。胜男的未来只有我。你难道会一直住在胜男隔壁？反正有我在，你没戏。
这一道好吃。